都是你啦，你的动作太容易让人家误会了。还是今晚上睡？不会吧？才第二天没有跟江池在一起，额度就掉这么快？等他回来，我看你们说给谁听。我不在，你是不是没睡好？你终于回来了，让身为室友的我帮你补一补吧。 为什么爱总是让人不知？